你可以把它拿到哪里？拿到我们的瓷器回收站。小朋友仔细把回收布边塞进可爱吊饰里，他们都知道做环保的重要性。不加被小动物吃掉，小动物会怎么样？会生病或者死掉。环保筷不要用外面的筷子，他就会联想到哦，平常我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个喝完的饮料，我都把它丢掉啊，不然就是没有拿去回收站。大爱感恩科技除了将宝特瓶抽沙做成布料，他们也发现到宝特瓶回收的再制衣服也会有破旧的一天，因此又利用二次回收研发成帅气的太阳眼镜。戴起来是觉得蛮轻的啦，卡得还蛮紧的，这样是不会掉的。它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回收再回收的阿兔娃的眼镜。我们这个采用的是回收的毛毯做的镜框，那镜片的部分呢，就是可以防 UV， 还可以防眩光。不管是回收布吊饰或是太阳眼镜，都让人大开眼界。从自身做起，珍惜地球资源，就是爱护我们的下一代。大爱新闻黄彩喜、徐英豪台北报道。